来，三号房间。没见，一直没见。老师，对，好，他比我小。三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蒋大为老师啊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。啊！小心小心啊！哎，这个节目是特别考验这个。哎呀哎呀呀。